大家好，这是看你老师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哦，西雅图非常非常的冷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没有下雨呢，我们就一定要出来骑车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刚好像有听到一台干式离合器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一个车友来了、哦？好像不是，听错了。Anyway， 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 Kirkland， 也就是呢西雅图以东的一个城市。哇塞，我现在目前我前面看这个景好美哦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Oh my gosh！ 我跟你说，这个随便带一个女生来哦，一定是恋爱的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漂亮哦。天气好的时候呢，我也会呢，就是来这边开船，然后带七巧出去玩一下，对不对？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哦。那这边就有一个小码头，很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干这个哦，喘气啦哦，马上拢挡落落哈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你看，这个景太美了吧，朋友们。是不是很漂亮？哦，好漂亮哦！好啦，那不过呢，现在老师来的这个地方呢，也会有给你们这个地址，好不好？就是说呢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带女朋友啊，带家人啊，来这边走走，非常的棒。我听到我们有一个车友来了，而且是干里的，这一听就知道全西雅图最会讲干话的一个人，全西雅图最会讲干话的一个。台湾人呵呵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也就是莱瑞，他的干话功力真的是强到没有办法再比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干话中的干话王，也就是我们的干话王。来来来，我们来跟这个 Larry 讲一下 ，Hello。哎、欸，今天不讲干话啊、哦？没有哎、欸，冷到没有办法讲。真的吗？几集都丢进去了吗？现在是十一月，不是六月，好不好？靠背，很冷的。所以你现在已经变女生就对了。哈，懒觉拢丢起来，丢里边就丢啦，都丢、啊。完全缩阳路。讲一下你这台是什么车？你把它盖销的。哦，我的车是十六号。十六号，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啊，也是差不多十六块，对不对？啊，八块就好，马上成交，八块哦，我、哦、就送哦、啊，朋友直接对折哦。啊，都伤力干，所以你看嘛，我刚刚就说这个是我们干话王中的干话王、啊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我退了，我退了。好了好了，先去啉咖啡啦。哦，绿色很帅哦。是不是有点帅？有点帅哦。是不是看到就很想就撕掉了？嗯，看到、啊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红色椅子？各大这个不是啦，你红色椅子要摸一下，要摸一下，要摸一下。你都要再找到你啊！是啦，就是懵了，你就知啊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摸一下还会安尼蹬着嘞哈。哎呦，哎呦，吊着嘞安尼。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不得了，就跟你说，我们这个有没有年纪越大，就是嘴巴越强，好不好？不过原则上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在 Kirkland 这边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景哦。那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呢，都会有一个。不管是在西雅图还是在 Kirkland， 有个小小的车聚，好不好？原则上呢，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去跟我们的车友好好的聚一下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也会就是去吃个饭，原则上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现在呢，我们一海把他的钥匙拿给老师，我现在就来试一下 Monkey 骑车到底是什么感觉。我们先来比较一下，来来来，你看我们的 Sport Classic 这么大 ，Monkey 这么小台，哇塞，这好小台哦。我们把那个他这一台 Monkey 摆在 John 的这一台 GT 旁边看看，看人家小版的 GT， 是不是很小啊？哎、欸，而且有人把那个 Monkey 改得非常的 Cafe Racer， 我在网络上有看过，然后真的蛮好笑的。我们现在就来骑一下。那易海是说，其实 Monkey 它也是一样，就是国际档踩 Go Go Go， 很小哈、哦欸。你看。老师180公分，好不好？然后坐起来就是这样子，整个还可以弯脚。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看看。哎、欸、呀，这个开启萤幕蛮可爱，我们再开一次，你看啊、哦，蛮可爱的。我们还是很像有两个眼睛在那边对你，猴子的眼睛。哦，是吗 ？Yeah yeah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发动吧。好可爱啊、哦！这可以烧胎吗？他说可以试试看看可不可以烧胎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哦。我先骑一圈看一下。
有点像那个一般的小绵羊的那种引擎的这种运作感觉。要拍的，拍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现在直接拿着拍，我们这样拍哦。老师现在骑着 monkey， 真的很可爱，好小台哦。你们觉得这种摩托车适合老师吗？感觉真的好可爱哦。Anyway， 这个是骑一个 style 的，你知道吗？骑一个 taste 就对了哦。我看。真的好小台哦！哎，还有你排气管有感哦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我跟你讲，它排气管最屌的，它排气管呢，这里还有有猴子，还有香蕉在这上面。哎，真的哎，超酷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而且一海很厉害，是他后面订的 Olens 的 suspension， so cute。然后它这个整个红色都是 candy red， 真的吗？这是原厂来就这样了吗？一海。亮粉，他连那个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帅的，哇，好帅哦！你骑在这个路上，你们不会有那种不安全的感觉吗？没有啊，我是在 local 骑这个车，在 local 才骑164迈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干骑这个真的是很像在那个游乐园骑摩托车的感觉，怎么样 ，Adam？ 怎么样？转弯这个很简单，然后它打档很好打，是吗？对、欸，超好打的。其实我觉得哈，如果说你现在在学打档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，这个怎么讲，练打档车的练习车、啊，对对对，一个入门款，对不对？一海这一台在美国多少钱？在美国有 ABS 的是4199，没有 ABS 是3999。哦，还有分 ABS 跟没 ABS 哦，太可爱了。不过呢，老师个人觉得，其实 Monkey 如果你要学这个打档车，对不对？其实 Monkey 这台车子，不管是在这个车高，还有就是说它打档的这种顺畅度，都非常的足够。所以呢，我个人也非常推荐呢，如果呢你想要练习一台打档车的话，先从这台开始 ，Monkey 好不好？这只猴子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吃饭吧，走。那呢，我们来到吃饭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是还是想要把它 burn out 一下。有没有看过 Monkey 烧胎？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Monkey 还是蛮厉害的，好了，拜拜。